Hello， 各位苹果新闻网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试驾的是全新的保时捷 Macan 3。那为什么叫 Macan 3呢？其实从2013年底哦，第一代应该是说 Macan 啊，刚刚出来的时候呢，至今已经过了好几年了。Macan 3等于是去年出的，严格定义上来讲，等于是它的二次小改。因为保时捷呢，已经预计在2023年就要推出全新的 Macan。那它就会直接的采取电动化的设定，那因此呢，为了帮现行的 Macan 延寿啊，所以保时捷特别在为这台车推出所谓的二次小改，非常多的细部的调校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这一次的所谓 Macan 3它修正了哪里。首先从车头来看呢，就非常清楚哦。原厂的设计师做了一个，在它的前保杆呢，做了一些跟车身同色的设计，就是会让你的正面的这种投影呢，就感觉更开阔，那整体会更为霸气。它整个保杆的设计是不一样的，包括它的中间跟下面是采取一个等于是黑色塑胶的设计，那搭配中间这个车身同色的这种布局哦，整体就像刚讲变得更开阔，尤其搭配它这个头灯哦，那整体的感觉变得不一样。那往车侧看的话呢，其实跟所谓 Macan 2没有太大的区别哦。跑车化的后视镜列为标配，车侧有一个侧边的饰条呢，它也做了重新的设计啊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另外选配一个所谓刀刃式的侧裙。那车尾的部分呢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它等于是保杆的下方呢，所谓的分流器，就是那种导流装置啊，重新做了安排，然后搭配新的这种尾管，那整体感觉就更为紧凑。那基本上它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就是变得更为精炼，更为成熟。那所谓的 Macan 3，它在机械配置哦，并没有太大的变动，那主要在动力啊。尤其在高规车型，它的动力提升非常多，但由于我们今天试驾是一款入门的 2.0T4 缸，那马力跟扭力都有所微调，0到100公里加速也稍微快一点。那底盘部分其实在 Macan 2就做了非常多的修正哦，就是更为跑车化的设计。那到了 Macan 3呢，其实原厂特别强调说悬吊也重新经过调校，胎圈啊这种组合啊，尤其是保时捷特别强调选配啊，那 Macan 标配是19寸，但我们这次的试驾车已经到了21寸，那你同样有非常多款的轮框可以选择。试驾这一款是一种全新的叫龙胆蓝的车色，那全新的车色搭上杏色的内装，那整体搭配也非常特别。仪表呢，它还是传统的三元仪表的设计哦，左右两个是传统的类比式，那右边是一个小的电子萤幕，里面可以显示一些资讯哦。那方向盘还是握感非常好的这种，有点像91跑车的 GT 跑车式方向盘。那上面有一个旋钮，可以快速选择行车模式。但是呢，按键呢有重新做一些设计哦，包括这台车有选配一个 ACC 最新的，大家最喜欢的自动跟车的功能。那往中间看哦，这个 10.9 寸的大萤幕其实在 Macan 2就有了，这一次在 Macan 3它主要呢就是它的功能性还有触控啊回馈又更好，而且多一些联网功能。你像饰板啊，或者像我们今天试的这一款选择一个杏色的内装，这都是属于保时捷大量客制化的部分。你往下看呢，排档杆的造型整个不同了，那握感更好，但是它取消了以往左右推的这种所谓加减呢，就是手排模式的设计，你必须要用拨片去操作它。在排档杆两侧的这种实体按键几乎都取消哦，变成就是一个有点像触控萤幕式的方式去按它，那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。后座的空间基本上是宽裕的，那这个部分也没有任何变化。一样，我们借由这个所谓 GT 跑车方向盘上有一个行车模式旋钮，那我们先选择在最基本的 Normal。 那标准模式其实开起来真的就是蛮舒适的，然后就跟一般的 SUV 没两样。那这一具引擎呢，虽然动力调大，但是它的特性就是非常线性。
那搭配它这个 PDK 七速自手排，其实发展到现在非常成熟啊。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弯路哦，先调到 Sport 运动模式，那稍微提升一下速度。才过了两个弯呢，你就会发现马抗那种很像加高的掀背车，那种很灵活、很利落的操控性还是存在哦。这是一个入门款呢，它的悬吊特别，我觉得它是调得更舒适一点。它的本质不变，但是你会觉得整体的变化，它的动作会稍微放慢一点，但是转向还是很精准、很犀利啊。手动退档或升档，你就要利用方向盘后的拨片。那我们现在再直接进到 Sport Plus， 就是进阶运动模式。这个动力呢，跟原本小改之前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哦，整个感觉是非常顺。设定的很均衡，什么都刚刚好。那如果你觉得还有更高的要求，它上面还有所谓的 Macan S 跟 Macan GTS， 那这两款车型都用上更有力的 V6 双涡轮引擎，那力量就会差蛮多的。那以一部中型的高级 SUV 来讲，我觉得它的动态的表现已经非常好了。好的，我们在山路上啊，稍微加快速度哦。那也同时做个结论哦。简单来讲，这一部印尼语的意思是老虎的保时捷中小型休旅车啊。从它2014年一出来，就是不断强调非常敏捷的这种操控性啊。那事实上，这样的特质维持到这一代还是一样，规格配备整个都提上来。那卖相也更好，那前提是如果你现在想要的话，只能尽快下定了，因为由于全球缺车啊、缺料这些问题啊，绝大部分保时捷的新车都要等上非常久的时间，因此如果你还在考虑的话，真的你起码先下定啊，就比较有机会拿得到新车。